锵锵三人行，今天我觉得可以是徐老师时间啊，嗯，因为这个徐老师跟着一位美女啊，游了这个欧洲，哎呦，游了得多长时间才回来？差不多一个月吧，这次。嗯，当然美女也不能怎么着，她女儿。你们妇女同游一个月啊，这好久没试过了。好久没试过，那还有那个老婆呢，一起呢，对啊、一家人太难得了，太难得了，一家三口太难得了。他女儿高材生啊，对啊，学建筑，对，你想现在是什么大学来着？哈佛，伯克利，哈佛，哈佛，人家哈佛是留的作业吧？嗯，他是在他上一门课，那门课呢就到罗马画画。哎呦，到罗马画画就是搞那个历史，然后他就催了，他说你们来啊，我给你们介绍现在哪块石头是什么什么，他都讲得出来了，然后我们就被他忽悠去了，忽悠去了以后呢，就带我们去一个博物馆，那博物馆呢，就是因为罗马这个地方啊，它那个2000年前的地啊，到现在高了很多，对，它每个朝代不带在往上建，罗马不是一天建成，不是一天建成，它是、结果他们就弄了个博物馆。就横切面，就是都是一堆土。我进去一看呢，就跟我们防空洞，跟我们个防空洞一样。是。但是呢，他一批考古生在那里说：“你看，你看，这个哪一个是什么？哎，哪一个大地当初发生什么是什么战役？是这个。后来什么什么一个庙盖在这一层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哇，一个历史表。后来我听说杭州啊，什么开封啊，也都有类似的这样的博物馆。那真是很好，这个是、这是就活生生的历史，对比我们现在很多打造人为打造的文化符号，对，这个是实实在在的物质的历史。哎，我就非常感佩在这么一个这方面，我们如果还来得及的话、真的是应该老老实实向意大利学习。这个东西中国现在还有吗？最近一次又国家文物局你知道吗、开会了，就是最近的一次这个普查、这个全国的这个什么这个地面的那个什么文物啊，反正消失了4万多处，消失过去一年消失4万多，其中呢这文物局局长叫个什么小杰啊，就说了2万处是人为的原因，都是这个人为建筑啊，搞这个拆迁呢、你说中国人这么，中国人其实并不爱惜东西。对，没错。我现在觉得，我们小时候觉得我们中华民族的很多特质啊，错的，不是的，对，都是骗我们的。对，将来你去，我们爱惜，我们爱惜精神的，爱惜语言的，我们的语言，这个是比他们还厉害。我们的语言是2000年前的语言，我们随时可以出来。是是。但是我们不爱惜物质的历史，我们不大 care 这。对。你说我们一旦有什么物质在。2000年这个物质的历史就是2000年的盗墓史，对，也不是我们今天不爱，2000年来就不断的在挖，不断的在挖，对。可是他们呢，你到今天你都还可以看到在城市也在挖，对，那边是最大楼，然后这边是居民，然后这个下面就在保存这个地基，哦，这个真是叫我很感佩。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是中国人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对物质历史的不重视。这个物质历史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你讲建筑啊、遗迹。就我以前去第一次去纽约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就人家老笑嘛，说美国是个没历史的国家，我们中国人都是历史。哎呀，去我们去了美国太闷了，动不动给我们看说这是他们历史古迹，说让中国人笑话。但你真的到了纽约，你发现它的确比我们有历史，因为随便 Queens 那些一座房子都是100多年前，它就都留着。那中国你就在大城市，你要找个100多年的房子，那就是古建筑了。就是那。但是呢还有一点，就我们还有另一层物质的东西不保留，那是什么呢？就是一些的机构组织商店店家。你比如说像在中国，今天你一个老字号，你叫百年老店，那就很牛了，对不对？但你坦白讲，在欧洲这百年老店算什么？满到处都是百年老店啊。真是，我觉得人还是说起来，人家欧洲人民比咱们爱惜老东西，那是爱惜太多了。我们这个不光是从毛主席开始的，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不管农民起义一改朝换代，那就是前朝的全给你砸个稀巴烂。就是经常中国人不爱惜老东西，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误解，对吧？但另一方面呢，他们这么保存老东西哈，但他创新时候又非常大胆。我这次哈印象非常深的一个建筑就在塞维亚，西班牙的一个小城市。这个
我要公平的说句，我一点都没有受他们旅游局的，我跟他们没有任何人认识，而且呢是 surprise， 就是说我去伊斯坦布尔这个拜占庭这个以前有照片吗？有军事不？你我哎，咱们来看看这个图，你说这个是什么？哦，对，这个就是塞维亚，你想想，它是一个，它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木建筑，对，可是你要。你等一下再看起来，它是在一个老城区，旁边都是教堂，它居然中间盖了这么一个建筑，你看对面就是教堂，再稍远一处哈，那个是非常有名的，原来是清真寺的一个召唤亭，后来改成它是说是伊斯兰教跟基督教结合的最好的一个建筑，可是它居然在这里盖了这么一个现代这么一个建，但这个建筑上面是个瞭望塔吧？你知道它下面是什么吗？你更想不到，它的底层啊，我这个其实也有照片啊，它的中层啊，是一个菜市场啊。为什么是菜市场呢？因为原来这个地方从古至今就是一个肉市场，对，哎呦，所以它就保留的一个菜市场。可是它在底下是什么呢？是一个考古的现场基地。嗯，哎呀，这个结合，它的那这个是晚上的夜景，另外一张照片，他不知道他们放。我对着这么一个建筑哈，我就非常感佩。我就说底层是一个考古的基地，玻璃透明的，上面是这么现代的一个建筑，在一个老城区，又周围都是教堂，中间是个菜市场，周围的居民就可以每天在这里买菜。但这个建筑呢，我没当初没去过争论，对，但是我看过那个整个过程的一些的记录啊，讨论，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筑。对，我觉得它其实整个设计呼应的很好。它跟西班牙最近几年的建筑很猛，像比如 Cavatra 那些，他们做的建筑都是跟非常大胆，线条很漂亮。你想想刚才这个建筑在一个老城区，但是它能够跟周围的所有的古建筑城区环境呼应的很好，没错，很好。这就像是这个巴黎贝聿铭设计那个大玻璃那个金字塔在卢浮宫，当时也是很有争议，但是他就觉得能够相得益彰，结果放上去，哎，你看看。挺合适，对，是吧？就我这次去的地方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塞维亚，还在里边开车，就是都是居民实际住，它不像有些老城区啊，它现在商业化了，有些为游客制造了，它不是，就是全部是居民住的。你在里边走啊，这开车非常窄，非常窄，也照样可以开过去。然后我真是迷上了那个地方，后来还想明白一个道理，文涛你一定要去，美女啊，哦，没见过一个地方的女人的平均的美丽的数字超过塞维亚的，没有啊。西班牙就在那些小巷里边随便走出来的女的，我不单讲少女哈，老头老太照样可以穿的那个有尊严，那个有品味，那个晚上出来喝杯咖啡什么，它是一个小城市，这个城市以前呢曾经是摩尔人对那个王国的首都，然后在哥伦布的时代呢，他是西班牙王国唯一一个可以跟美洲通商，所以他当时是一个最最繁华的一个经济城市。那么近年来当然就是衰落了，但是他那个老城区啊，我后来才听说黄碧云就住在那里，对，他迷了就迷上那里不回来，就那个城市。我就觉得北京如果二环内要改造，还有上海的城区改造，我建议他们当官的还有设计师去塞维亚看看。你还让他们公费旅游是吧？对，还建议他们，对，我还建议，好吧，这算马上听。我觉得真，我觉得他们上虚心听了，他们别跑到什么香榭里榭去买 LV 包，别傻乎乎的穿着西装破你说了那大教堂美女，他们已经下决定就是要打算听取民间的意见了。随随便便啊，哎呀，还随随便便。哎呦，好，行，那领导太高兴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凭九韵古法，配桃花春曲，采无极之水，汇原酒精华，年份端江，与景共酒。Wherever the long road may take you.东风日产，人车生活。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格力电瓶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一赫兹好变频，格力掌握核心科技。哎，来来来，看看美女，西班牙这什么地名来着？叫塞维亚，塞维亚，西维塞维利亚，塞维利亚，西维尔，西维尔，好，那是必去之地。咱们先看一下这个，你看，这是我开车的，租车是吧？哎、这个是车道哦，请告诉我，看着都害怕，但是他照样可以开过去，他都经过细细的勘察，他都有指示。就在这样的城市里开车，这些房子都是很老的，它没有拆掉，就都是民居开车，都是民居，都是民居。你再看下面，你看这个到处都是这样，到处都是这样。他美女在哪儿呢？他从美女阳台的美女没好意思拍，没好意思拍。它从上面看下来啊、哦，远远没有佛罗伦萨或者里斯本这么好看。它的屋顶啊，就没有那么好看，那么壮观。但它在下面走呢，他们说是欧洲最大的一个老城区。这个城市呢，它有风景点，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教堂，它的 cathedral 是非常有名，世界有名的。对，那个 cathedral 呢是什么呢？是原来是一个清真寺。后来这个基督教徒就在清真寺把它抢回去，天主教抢回来。保留了他的召唤塔，但是重新盖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那个教堂，但那个教堂与众不同，为什么呢？因为它特别宽，因为清真寺很宽，是，所以那个教堂的那个一般的教堂进去不是狭窄的一个棚吗？它是非常宽，据说哥伦布的那个尸体也在这个里面，所以它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风景点，可是它旁边这个老城区啊，就是保留的这么有味道。早上9点开始，下午1点全部休息了，所有商店都关门，一直等到5点再开门，开到8点，这西班牙时间，哎，就西班牙时间，我在那里看西班牙决赛。哎呦，对呀、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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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那里看西班牙，所以这个城市是我印象非常好，这 surprise 就是美女多，而且美女多，美女，哎呦，真是，我跟你说啊，这个你说这个西班牙的美女啊，我有一个朋友啊，还跟我讲啊，说有艳遇啊，他就是这个说这个小姑娘啊，美到一个什么程度，她都不会讲外语啊，是一个小酒吧的一个女招待。然后他为了接近这个小女孩，这其实这小女孩可能是个中学生，大概是17岁，可能也就是，哎，他就天天去那儿吃饭，但是也不会讲话，你知道吗？但是人家那人呢，都好像都挺知道，就知道这个中国人啊，好像是想来干嘛的，喜欢这女的，然后呢，他就跟这个老板就说，他要约这个女孩出去，这女孩不跟他出去，然后他就跟这个老板说我能不能？请他吃饭，就在你们这儿吃。老板说啊，这可以啊，好，他就跟这个女招待说，我就请你在这里吃饭。这小女孩就跟他吃饭，哎，然后就跟这小女孩骑着一个小摩托，然后最后吃了顿饭，这小女孩肯跟他走了，就在你说的这样的小街巷里，他骑一会儿，小女孩坐在后边，小女孩骑一会儿，他坐在后边，走，哎，回这小女孩都领他回他的家了。到他家门口，一群小男孩在踢足球，然后你像那种小男孩，西班牙的小男孩就很活泼的，哎，呜，吹声口哨，见他带一个男的回来了嘛，哎，就是带着球绕着这俩一圈一圈的这么转，就是这么转的，然后这小女孩好像就是骂这个小男孩，这怎么把小男孩骂走了？哎，然后就带他回来，说回家换一个什么衣服，又跟他出去哈，然后最后他跟这小女孩聊了3天，跟罗马假日一样。很少的英语，他去参加一个电影节是吧、然后呢最后带这个小女孩到这个电影节的宴会 party 上去，其实这小女孩跟着这个中国叔叔吧，就是他知道这中国叔叔是喜欢他，但这小女孩只是想跟他玩、知道吗？说我可不可以带我几个女伴一块去啊，去那个电影节的 party， 说可以啊，打着去，你知道吗？最后两个人到这个海边，真正他要下手的时候，小女孩不行，但是不行，但是小女孩很开放，哎，也不叫开放，就很淳朴。两个人就坐在海边，那他说啊，虽然没有得手啊，但是呢，
特别的过程就是一切啊，这个叫目的，他就觉得这轮拍电影了，对对对，他觉得甚至一部电影，他觉得整个这个过程，最后这小女孩还把电话留给他什么的，他还说，但是回北京以后啊，就不会再想联系了，但是你永远想起来啊，这个你看，他还说我要送给你，他挺有钱吧，他说你这个我送给你一个新的摩托车，但是小女孩其实是想要的哈，可是后来小女孩说我去问问我妈妈，哎，但是第二天回来了说妈妈说我不能要你的这个摩托车，然后可能是送了个项链啊，或者送了个什么，就等于，但是这小姑娘玩了三天可以亲个嘴啊干什么的，哎呀就这么，你想想这些留在心里，哎呀她说回去之后啊我看老婆怎么都不顺眼你这么一说啊，那些干重点在最后这句话，你这么一说，刚才本来可以去塞维亚考察这些干部都没法去了，家里不同意了不是得把老婆也带去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咱们再看看徐老师的希腊啊，Greece， 哎呦，这个餐厅是用来求婚最好的餐厅。什么岛啊？求婚失败就在这儿。三特尼，对，这个我放在微博上，网友就说这倒好，说 yes 呢就浪漫，说 no 就跳下去。对对对，死在这儿也心甘呐，真是、哎。这是一个门，嗯。所以希腊的这个漂亮，我看了他们一个，因为那个地方本来是3500年前的一个火山嘛，对不对？是。那么现在也找出当时的一些壁画，嗯，跟今天都很像，嗯。我的一个感受是，祖先懂美，现在的人也懂美。虽然他们在经济上已经很不争气了，他们希腊精神、公民精神这些都很难谈得上，但是这个对美的基本的这个习惯，我觉得是有遗传的。嗯，我觉得希腊的人，他那些同样的一个风景，我们也有海，他海你说他怎么样，但是他旁边那些酒店啊，这些小的东西拍了很多。嗯，这个其实大家知道，这个是全世界都很出名的，对吧？这个倒没什么值得多讲。我反而比较这次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伊斯坦布尔跟一个塞维亚的教堂的一个对比，那这次对我自己是非常大的收获。因为你知道索菲亚大教堂那个是罗马人盖的，那个震惊啊，对，5世纪到现在，它那个顶都是，在我看来是全世界最大，对，他说全世界第4、第5大教堂，可是前面几个米兰啦、圣彼得啦，还有什么，它的顶都没有这么大，对不对？它这个理论上其实他们会比它大那个尺度，但是问你在论尺寸来讲，但是圣索菲亚大教堂那个大的是那个感觉上，对 对，它的那个设计太宏大，它整个感觉就是它把你整个包进去。对，反正我总觉得它这个顶是在我看来的世界最大的，就是什么、很奇怪。然后这5世纪罗马人盖的。然后呢，后来呢，又把它改成清真寺。它跟那个西班牙这个正好相反。西班牙是伊斯兰文化，被基督教教堂。它那里呢是伊斯兰的，改造基督教的。对。然后贴了很多这种阿拉伯的书法，都贴上去后，然后把那个原来的东西有的是涂掉。对。它倒没铲掉。对。它是给它涂掉。那现在呢，又刮下来恢复，所以呢，又有耶稣他们有很好的壁画。嗯。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巨的索菲亚，这是个活生生的巨大的博物馆。跟西班牙的那个对比，最气人的是
1000年以后旁边盖了几个巨大的清真寺，对，单独来说那都是建筑史上的奇迹，蓝色清真寺、啊啊、蓝色清真寺，对吧，对吧，西南的那个、西南那个苏曼、苏拉亚曼清真寺、但是没有一个盖得过索菲亚的。嗯，我就在想，人类文明有时候也没什么进步，你对比一下，你这1000年以后盖的还不如他公元5世纪。也不会，看要讲什么，讲气势的话，那圣索菲亚当然盖过一些、但是西南做的那些比较秀丽，它比较清秀，漂亮，真是它比较有一种优雅，比较，因为拜占庭啊，就东罗马的建筑，拜占庭建筑是那种粗的，很厚实的，你真的觉得是一个恐怖的一个帝国。但是土耳其人盖的比较纤幼纤细一点，比较细致一点。你好比说像希腊和罗马也有细微的区别、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希腊是很优美的，对，非常优美。希腊那个山上的那个石头，那就是给你一个黄金色，像奶油白脱这么一个颜色。对，罗马都是黑色的。对，不过这次我也有一个大失望，因为我们对希腊雕塑啊，这个感觉就是白的嘛，就是黄的，那个觉得它好像是很纯净的哈。但是这次看了那个亚历山大那个墓，那到了那个雕塑，那亚历山大那个也不知道真假了，但反正是都这么说嘛，都这么说嘛。可是他们旁边有个复原的，就是原来当初啊，他画的跟我们庙里一样的，对，五彩缤纷的，跟观音庙一样的，对对对。所以我突然就想到，我们对希腊的这种，就是奶白色的这种希腊形象，那是一个误会，对，那是隔了年代以后造成的，这么一个颜色。当初这个，对，这是很重要的一课，就因为古典艺术啊。就现在一般欧洲在教这个古典学，中国这几年不也流行古典学吗？但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古典，中国留学刘晓峰他们搞这一套，是不注重考古这些东西吗？但你在欧洲真的在做考古那些，都会告诉你，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古希腊古典艺术是一个文艺复兴之后塑造出来的一个观念。对，所以原来的希腊不一定是这样，对，它真的是七彩缤纷的，对，就等于像日本也是，人家一说日本文化就说日本的东西都是深色的木头，自然色，自然，其实不是，日本什么奈良那些过去也都是七彩缤纷，这眼花缭乱的一塌糊涂，那全都是因为颜色掉了啊，这跟希腊一样，颜色掉了之后慢慢大家觉得，哎，这颜色掉了很美，那就开始歌颂。今天要是你还原那个五彩缤纷的那个希腊的神庙啊，对，我们会大失所望了。对，你觉得去劳我们？那跟帮到普陀山一样，普陀山一样。你现在古罗马的很多这个雕像啊，他们现在复原出来的，原来都是染色的，对，倍儿艳俗的，你知道吗？但是现在他退了，就跟咱们兵马俑原来都是有颜色的，对，再包括咱们的这个青铜器。现在看着我们欣赏的就是这个红斑绿锈，对对对对，这个斑驳，可是实际上刚做出来啊，是金光灿灿的，对，极金呢、啊，它是金，所以这个是对我是这一大震惊。当我看到这个五彩缤纷的这个希腊雕塑的时候，我就想，哇，这跟我想象心目中的静穆完全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但是呢，有一样。他退掉了所有这些装饰之后啊，剩下一些最简单的线条和结构，好看，还是很美，就是感觉就是美的极致。为什么？而且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东西，就是你刚刚讲到希腊人到今天都还很有美感。其实这几个地中海沿岸文明，你发现他们，美那个东西啊，我常常觉得有时候对比中国跟人家的分别在哪？我觉得我们其实这个诗断裂最大的就是日常生活的美感。断掉了，他们这个一直延续。他到今天，他在海边怎么经营的小旅馆，跟我们怎么在海边经营的旅馆酒店，你就看到大家对美感的继承。我觉得跟皇宫也有关系，他那个圣地亚的那个皇。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我觉得要是皇宫俗艳的话，老百姓。